姐妹们，你们的娜娜上线了，不得行了，不得行！我真的，今天我一起来，我的私信吃炸了。有个宝贝疯狂给我发消息说，娜娜，我关注你特别特别久了，你能不能吃一期只带数字的食物？啊？这有啥呀？只带数字的食物？哎，我也太难了。虽然我想不起来拍什么，我的粉丝我必须宠，那肯定要给你安排上呀。现在呢，我就准备出发去一趟便利店，采购一些食物回来。走了，卑微小娜在线营业。现在来了，姐妹们，我可算回来了。这些食物你们别看少，我愣是找了一上午。这会儿我早餐都没吃，话不多说，先整起早餐，先来一个奥尔良三明治，进去加热一下。来啦，姐妹们，现在呢是早上的10:14，我们开始吃今天的第一顿早餐，然后是便利店的三明治，还有一个6个核桃，这个数字够大了吧？今天吃的是奥尔良口味的三明治，哇哦，巨烫，这样我的仪式感倒在杯子里面喝啊。6个核桃我好久都没喝了，还是以前的味道，以前每次考试之前都要喝一个，啊，补脑。这个我喜欢盯的焦焦的，这样巨香，真的巨烫，里面的鸡蛋贼松软，再来个，烫懵。Later， 我太难了，姐妹们，午餐就来吃它吧，统一企业，这也算一了吧，主要是战战很帅。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有米，然后还有这个调料包，今天吃的口味是水煮牛肉的。哇哦，这个肉看着也太香了吧！加入米饭，再加入生命之水，盖上盖子，让它咕噜咕噜在这里煮。现在呢是中午的12点，午餐时间到。张张，今天呢我们吃的是这个开小灶，饮料呢喝的是我的男朋友李现，毕竟他这儿写着100%橙汁儿。哎，不管，反正就是要宠幸男朋友的一天。生活的仪式感倒在杯子里面喝哦。哇哦，还2个半着，因为中午得吃点饭，这样才有力气搬砖。可算搅拌好了，我们现在来尝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战战开耳灶巨好吃，米特别的软，而且里面还有很多小配菜，这个喝起来酸酸甜甜的，橙子味道特别浓。嗯，这个里面还有我最爱吃的笋，肉也是超级无敌嫩。老绝了，最后再来一口。空盘。午餐也是超级满足的一顿，等我晚餐来放毒吧。晚餐来吃点啥？来一个这个吧，三阳火鸡面，这应该也能算吧，安排上。我可好这一口了，这会儿再倒入生命之水就可以了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。来啦，姐妹们，现在呢就吃最后一顿晚饭了，现在是晚上的10:30，因为今天有点忙，所以吃晚饭吃的比较晚。江江爆辣三阳火鸡面，毕竟它是三阳的，也有一个三字了。今天晚上的饮料呢是这个一点点，这个一字够大了吧。我点了一个冰淇淋奶茶，喝之前摇一下，因为怕我一会儿被辣懵。哇，这个口感很不错，能喝到冰淇淋的奶香，然后融合着奶茶。话不多说，先来一口面。我觉得小杯的会更辣。哇，真的好辣，瞬间我的口红变成火鸡面4号了。哇，空掉，真的是要给我辣哭了。好啦，姐妹们，今日份的营业呢到这儿结束啦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，爱你们哦，真的太辣了。